你好呀，我可能见过你，也可能还没有机会见到，但我知道你可以看到我，有对我抱有期望的样子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让你失望过，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想要悄悄离开过，但谢谢你呀，你发现了我。有一天没有好好睡着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就翻出了四年来收到的你写给我的信。写信是看起来多么老套的事情，但就偏偏是这么老套的东西，传递出了你所想象不到的那种力量。信不能有去无回，这封回信你一定要收到。在自我怀疑的阶段，讨厌背负那些我以为也是我所厌恶的期待。我以为我在被强加于很多人的想法，在我打开那些信的时候，反而写着希望你会一直开心，做自己喜欢的事。我是很矫情的人，矫情的想告诉所有人我好像有在被认真对待。现在的我也想认真对待曾经被我忽略了的给了我力量的目光，想为你们走到更靠近你们的地方，想去保护这些力量。如果你想我做勇敢的人，我会站出来，一点儿也不会慌。如果你想我做闪耀的人，我会去努力，给自己捕捉些光亮。如果你想我做幸福的人，那么就陪着我吧，我也想可以做让你感到幸福的力量。2019新的旅程 SH48 Group 第六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，我是冯小飞，感谢大家为我投票。